太好了，我们灵族就是以灵石为根基，只要灵石还在，主人就有重新化形的希望。先生，要不我们现在就把主人的灵石给取出来吧。云溪的灵石已经和于登登的身体完全结合在了一起，我们现在只能用元能强行挖取。等明日戌时一到，我亲自动手。你听二爹一句劝吧，那姓陆的太复杂了，你这贸然把他娶进来，危险呐！二爹。 让娶的是您，闲人没根没底的也是您，您想太多了。谁？陆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请君。就在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